小的世界，只有无聊到爆的玩家才会做的五件事。一，众所周知，玩家可以和猪人交易换取资源，但是愚蠢的猪人们并不知道怎么合理的利用资源，只是像一个守财奴一样揣在兜里，以至于整个猪林堡垒到现在都还是破破烂烂的。而无聊的玩家会给猪林堡垒进行一次翻新重建，让这里看起来更有家的味道。当然怕麻烦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用创世神模组直接重建。你们看，这建筑多简单粗暴。二，信标的种类有很多种，什么铁的、黄金的、绿宝石的、钻石的，而这些在游戏的后期资源充足的时候获取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。但是有一种信标是绝大多数玩家想都不会去想的东西，下界合金信标。众所周知，下界合金需要玩家跳到地狱的岩浆池底去挖掘，跳岩浆的危险性就不说了，关键是这东西还难挖，数量少，硬度高，非常难弄，可想而知用下界合金块做信标塔难度有多高。什么？你说这东西在创造模式里面就是个小渣渣哦，连生存都不开，那你绝对不是一个无聊的玩家。三， MC 的老玩家肯定都造过刷怪农场，而其中最难建造的就是女巫农场。抛开机器本体不谈，因为种种我也玩不明白的什么机制问题，造一个女巫农场需要我们在地上挖掘一个超级大的空洞，如果一稿子一稿子挖，天哪，我已经不敢想了。而且就算用红石和 TNT 自动挖矿，那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，所以听我一句劝，大好时光干什么不好，别无聊来建这个农场。四，你们知道 MC 中种类最多的生物是什么吗？是热带鱼，因为它整整有3584个变种。那么将这些变种全部都收集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好吧，其实至今为止没有人干过这个事，因为这项挑战啊，就算是开创造也很难集齐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鱼是重复的。所以如果有人真的做到了这事儿，那他绝对是无聊透顶了。五，想必大家肯定看过这样这样这样的视频挑战，内容都是掏空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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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改造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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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工程敢放到生存里面建的，绝对是一顶一的狠人。只要你敢想，工程的工作量就绝对不会封顶。不过像这样的大型建筑挑战，不应该用一个人有多无聊来形容，因为这其实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行为艺术的层面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，能坚持看完，你也是无聊界的人才呢。喜欢的点个赞可好啊！我是阿阳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886。